刚才谁把蛋糕扔地上了？他俩姐。他俩姐啊，对啊。都摔坏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因为，摔坏的东西也揍。对，摔坏的东西也揍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长脑子吧。不长。不长脑子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长脑子吧。长。对。下次还这样吧。不这样了。还乱扔东西吧。不乱了，不乱扔东西了。改了吗？改了。记住什么了？就是脑子。什么？就是小丽花爸爸吧。什么？小丽花爸爸。记住什么办法？我说你记住了吗？不要乱扔东西。记住，我不乱扔东西。改了是吗？改了。